小姐，这里的头牌跟失踪的姑爷长得一模一样。带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100万，早办我未婚夫。有钱了不起啊？500万，老婆大人，您说了算。介绍好，妈100万身。想要我看上你，还差得远呢。怎么样，被我人帅气迷住了吧？把资料背熟，跟我走。哟，这不是你那客死未婚夫的季姐吗？ 我要是他都没领回家，那也比不过你们母子俩，丈夫一走就跟妓女争家产，真是光着屁股拉磨，转着圈丢人。你得意什么？没了石家昌昭，董事长的位置可轮不到你了，到时候你还得跪着求我。恐怕该跪的人是你，石总不可能，他不是失踪了吗？你也说了失踪，这不。 人回来了，好啊，那下周董事会你就带上你的未婚夫，让股东们好好瞧瞧，他到底是不是真的。走着瞧。怎么样，我装的像不像？完了，股东们都是老狐狸，你这样肯定会穿帮的。假扮失踪第一步，必须有8块腹肌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还差50个，从经济学开始。 这小子好像还有点自信。我就是检查一下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。那你觉得呢？不怎么样。假扮失踪第三步不许笑。毫无不笑。你还笑？你还笑？怎么回事？他敢放我鸽子？哟，未婚夫还没来呢。我的好姐夫去哪呀？ 给我上！你跟你妈都是废物，根本斗不过我。你，苏小姐，石公子要是再不来，可没办法证明你有能力带领苏氏。公司也不可能交给你一个女人来管。女人又怎样？没有我妈就不会有苏氏，我绝不会把她毕生的心事给一个小三的儿子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天必须给我签了。我看谁敢逼他！你怎么会？妈，他打我。 敢打我儿子，你敢做坐牢吧？是他寻衅滋事在先，我只是正当防卫，谁坐牢还不一定呢。是不是石总嘛？什么石总？这是一个破服务员，还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给我轰出去！不认识我，总认识石氏公章吧？不可能！我收购苏氏70%的股权，将送给苏雨桐小姐作为彩礼。现在要被扫地出门的人是你，不可能！这一定是假的！跟我走。 你到底是？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未婚妻。喂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，男主啊？够了，分手！我现在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 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有人要的，还不如我要。你这，我是群众演员，这是戏服，或许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可以。卖花了，卖花了，卖花了！好漂亮的花，我买给你。不用了。哎，雨桐，这包我也有一个，可不便宜哦。男朋友送的生日礼物，不过这包的做工，你男朋友应该被骗了。 反正他也没摸过真的，随便糊弄一下就过去了。果然有钱人的精明得很，几万块的皮肤你倒是说买就买。你，老板说爱他就多给他买花，我们拍照吧，挑你好看的角度。原来真的有人，就算只有100，也愿意为我花99。 你就是来应聘员工的吧？快去换衣服。我，导演，您认错了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来找我的。这也不能怪我呀，你看这眼纹干的跟树皮一样，看着年纪就很大。不好意思，临时加班来晚了。哼，还以为你女朋友多漂亮，又这妆都不化。你这么有钱，有空带她去做做脸吧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家保姆呢。你存心来丢我人的是吧？你看你这脸，这眼纹，你怎么好意思出门的呀？ 我这几天通宵改翻，实在没精力收拾。够了，分手！我现在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恶心。你，
我先走了。说别人钱先自己造到镜子吧，法令纹都快掉地上了，我喊你声大妈也不为过吧？你又别想在这儿混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不用担心我，工作没了就没了，但你绝对不能受委屈。这家餐厅不便宜，我们还是换一家吧。雨桐，没想到你现在变这么漂亮。离我女朋友远点。就你这穷酸样，怕是连这里的一杯水都喝不起吧？ 他是没有你有钱，但是比你好1000倍、10000倍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，这样，我请你吃顿饭，就当赔罪了。今天这饭你是吃不了了。少爷，小陈，我的餐厅可不是什么阿猫果都能进来的。请出去。你不是跑龙套的吗？怎么？像这样的餐厅，我家在全国有几百间呢、啊，我是不肯接受相亲才跟家里闹掰跑出来了。那你这次回来不是又得相亲？有了你。 他们再也没有理由逼我了。你随便就来，我买单。你不想了，这么大方。最多剩一个月时间了。我还这么年轻，就要……哎，别中奖，还刺激。回去下洗手间。久等了。好帅啊！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 反正呢，我光环一次。苏小姐，检查报告有误，您没有患病。什么？你给我就把钱全花完了？我马上到。原本是个小富婆，现在又要走林开始。雨桐，新来的是什么好帅啊！简直是他！你来看看我，看见我。 真正怕石总，你不会得罪他了吧？听说他可是有仇必报的性格。我完了。放心，石总还没来呢。得有空去送个文件。我，那我就不用再公司担心受怕了。石总，我来送文件的。你新来的。看来他没认出我。哎，对，我先回公司了。哎，你看他阔嘴。 都来了几万就换一万金了，石总，你家里有没有？你说呢？谢谢石总。听说苏雨桐昨天抢着去给石总送文件，石总可是我先看上的，王总的项目交给你，还是换个男生干吧，王总可是出了名的。少废话，谈不成就给我走人。算了，看在有项目奖金的份上。 王总，你看一下我的方案。你们公司的实力我都清楚的，但是签不签还得看。王总，我酒量不好，喝不了了。酒量不好可以练，再喝一杯。王总，我今天真的不方便喝酒。别给脸不要脸的，喝。他都说不喝了，听不懂人话吗？石总，看来这项目你不想要了。 跟你合作，我觉得恶心。石总，没必要为了我。你想多了，我是为了公司考虑，不想跟那种人为伍。你明明知道我这里情况不能喝酒才阻止的吧？不用不用，不用花我。关心就关心嘛，这么感激。我是怕你喝醉了，又要像上次那样亲我。原来你。